我是卡米蒂喜剧俱乐部张硕修 social。 喜剧是什么呢？喜剧就是用幽默的方式看待人生，从里面找到生活的力量。松原文创园区附近房租飙涨，经营将近八年的卡米蒂喜剧俱乐部被迫熄灯。也算是半预期的内的事情，就是说也许我们没办法这边再待太久、但是它有点来得太 快，尤其是其中一个讲他是元凶吗还是怎么样，还是一个文创园区，常会说我很多事情都不痛不痒。对，有时候会这样，就是因为你做喜剧久了，你每个东西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开始不去想痛苦，他想说这个可以怎么拿来搞笑。本周一想世界带您关心卡米蒂喜剧俱乐部，来看喜剧演员如何笑看人生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一想世界。